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朱志勇，我在广东东莞创办了小番薯科技有限公司。我们公司主要是参与研发了一款水处理装置，这款装置呢主要应用于洗衣机前置。洗衣机前置这一块的话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它具有洗涤、消毒和柔顺剂三样合一的功能。那这款产品的话，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了11项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专利。现在我手头上有一台康熙宝，那我今天做一个拆箱展示。这个就是康熙宝的主机开机按键，那这里有进水口、出水口、电源插口，这个地方是为了用户将来更换滤芯用的盖子、进水管、电源、挂钩片、钉子。这款产品的话呢，我们在墙上可以直接安装，打上两个钉子就可以，也可以直接挂在上面。这一点就是把原来洗衣机那一头的管子拧开，接上我们的进水管，然后我们配送的一台水管的话呢，就是从我们这个出水口直接接到连接到洗衣机就可以了。这款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黑科技产品，然后它主要的功能是靠滤芯来起到一个去污的作用。那这个滤芯呢，我们采用的是全植物配方提取，它不会有产生任何的残留，不仅仅对健康有保护，同时也更加的环保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好处，我们采用的是臭氧进行同步的杀菌消毒。在这个同时的话，我们也在做了一下，就是说有害物质的检测。我们在 SGS 公司做了254项有害物质的检测，我们在去污力测试这一块不仅仅合格，我们的数据还非常的优秀。洗衣机是洗衣服干净，但是同时这个内胆呢是洗不干净的，因为很多的显示我们看到很脏很脏。那你能不能就说我在洗衣服的过程中把我的内胆都同时洗干净？不管你是几百块钱的洗衣机，还是几千块钱，还是几万块钱的洗衣机，只要你在家庭上洗涤3个月以上，那这个洗衣机内外桶之间就很多的泥垢，这里面也会滋生大量的细菌。那我们这个康熙宝的话，用上以后洗10到15次左右，就可以把你原来洗衣机里面的污垢就给你逐渐的给它清理干净了。洗干了以后，24小时、48小时，甚至是3天3夜、72小时，拿出来闻一下，它没有任何的异味。没有气味，没有气味，很舒服，闻起来。没有那个什么洗衣那些化学用品的味道，很清香，一股负氧离子味道。像这种洗出来的，就是说一粒一粒的，就比较卫生环保一点。那我们这款产品两者一结合的话呢，我们不仅仅把衣服洗得干净、杀菌彻底，还能够同时把洗衣机内部清理得干干净净。从研发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，希望家庭洗涤啊，健康、环保。经过3代的迭代，即将进行量产了。在这个还没有做量产之前，我们已经就是说有口碑已经传出去了。比方说我们从香港的朋友，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已经慕名到我们这地方来体验。那我们现在线下呢也做了一个体验店，欢迎大家到我们这地方来体验，见证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奇迹。然后我们的企业愿景是成为1亿消费用户的首选品牌。